看到我们离山各部落的热情，那大家也要拿出你们的购买力，因为是离山风场长富，所以大家的购买力越好，那我们的富贵就会越长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活动现场一起来品名我们全台湾最优质的高山茶，大家说是什么茶？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喝离山茶的好处哈。喝离山茶的好处就是纯天然，没有添加物哈。这是大家现在都非常向往的一个饮食的方式哈。我们这离山茶是属于高山的茶叶，所以它属于比较轻培性的哈。如果说你们觉得说要喝比较重的话哈，就是比较低海拔的，但是我们这个高海拔的茶哈，就是用轻培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好好的品茗哈。只要你能够达到泡茶一个流程一个美观，它没有讲究太多的一些仪式，只要你欢喜的话，再来就是能够达到修身养性的一个动作。那是我们由中华书法学会理事长蔡峰吉老师为我们题字离山风茶长富。